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TS。 今天就再跟大家介绍我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Enhanced Polymer Trigger EPTG。 在某些 AR 窗款上面，trigger 的空间就比较小的，当你用手套的时候就有机会被 trigger 摄住你手套，而当你换了我们 trigger 之后，空间就会变大了，所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方便很多了。在颜色方面，我们就会有黑色和沙色，再分为 AEG 和 GVB 两个版本。 AEG 可以对应 MALUI、GMP、VFC、KWA、GNG 和 GPLS 的窗，而 GVB 就可以对应 VFC、KWA、GMP 和 SIS 和 PTW 的窗。而安装方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你松了这条片再更换就可以了，也要留意正反方向。今天介绍了这么多，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，就记住留意我们 Facebook 啦，拜拜。